没有错，民进党立委候选人黄捷则是由高雄市长陈其迈的夫人吴红来辅选助阵，同党立委候选人许志杰则是由陈其迈的市府小内阁力挺。高市长陈其迈夫人吴红握紧每一双手，这回当起陈其迈的翻身，第一个辅选行程就是陪同民进党立委候选人黄捷继续拼路战。展现亲和力，八号一早在前进去市场抢攻婆妈选票，要母鸡拉台小鸡选情。黄捷是民进党唯一在这一区提名的候选人，要再一次强调，如果肯定陈其迈的话，就请票投黄捷。罕见现身出面力挺，还特别强调黄捷是民进党第六选区唯一提名的立委候选人。因为近期民进党建议投票单上竟然出现仿造，选举已经进到最后的阶段了，我还是用非常正向的步伐稳健的迈。那也希望大家这种选举的奥博就不要再有了，要对手别再出奥博，似乎不受影响继续拼选战。另外同党立委候选人许志杰在第七选区要力拼四连霸，则是有陈其迈市府的小内阁力挺。许志杰当选，许志杰当选。首度出现三位局处长合体催选票，周一大早在路口就要和通勤族拉近距离。非常感谢事务所长站在街头陪我一起扫路口，向市民诉说政绩，让我的选情更加加温。选战最后冲刺阶段，候选人拼场拼声量，能抢一票是一票。记者高雄做不到。